行转身，行转身，哎，他讲话嘛，要吃出的，好好喝哦，哎，这个单吃好好吃啊，哎，你们两个，你就只顾吃不讲话了，拍我一下，拍你一下，炸掉没有？哎呦，冬瓜滑到我的支气管，你直接不要去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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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，等一下，我别摁了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别摁了。广岛烧铁板料理，对啊，是做铁板的，恰恰以后我们就要把它翻面，翻，对，这是广岛烧比较困难的地方，有点像甩锅一样的感觉，是这样往前再回。好，我懂。对，怎么可能啊？把板子丢掉。排骨酥面外面好像很久了，您是第几代？第二代，第二代，今年第50年，所以是爸爸发明这个的。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排骨酥，排骨酥，对，亚奇亚家就会寄排骨酥吗？叫做雷同，不过比他们厉害，厉害，哇，老板敢，老板敢讲厉害，真的厉害。因为他这一区就全部都是卖家传的食物了。那怎么样？学一下，可以透露一些 people 吗？可以吗？愿意。我现在要处理，要一起去吗？好啊，哎，太好了 ，OK， 带路。这是什么？你要先要公开地方哦。这是假排，猪的胸骨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们的排骨都这么大一根哦。对，也有。哦。啊，接下来我要怎么帮你？好，来，等一下，我会拿刀，然后留一只，一只。哦，对对对，切块就好了。我来。OK， 好。刀工给我。好。好吧。还是我示范一块。那我们要。好了，你示范一块。先去旁边纳凉吗？让老板展现一下他的专业。对对对。这个要刀法很好才可以解体，你知道吗？要顺着那个纹路，就是有学过解剖好。对这下刀你就要大力哦。对，那个骨头啊，你要够大力才可以切開。你不大力的话，你不吃起来的肉吗？对，因为它油炸完之后，它会再萎缩。对对对对，它会把原料全部吸到肉里面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哇，你很大方哦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应该要的。而且这个肉质看起来很漂亮。是什么猪？就温体猪，温体当天的温体猪，不用，你只要是冷冻过，我都不用。对，哇，对，所以老板有时候常常很奢侈哦。我们这是上一代留下来的一个坚持。富二代，富二代，对，富二代，对。老板，你这个杀猪刀，削骨如泥，那一定要，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，你从哪会加啊？出来的骨头会屑。那你炖汤就会整整对，哎，所以不行，对，没错，对。好，你看那个势在必得，你在那边举例错啊？他上辈子是屠夫。车要先找到他在哪里？对，对，我先找到他。哇塞，你都不用看哦。哦，接下来这个比较难，这个我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怕。有样子，有样子。你看这个，我上次看他都会立在那。哦，通常初学者我都会这样。你现在下好哪里看到哪一点？左手打开。哦，左手打开。大力下去。左手拿开就好，不要手放在那里就对了。手不要放那边，那是我们学习过，是我们学习过。哇，惯了。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真正会惊啦。对呀，这个我徛咧，嗯，看我都会惊咧。那你腌肉可以吗？腌肉怕不怕？可以，不会。好，腌肉不怕哈。中药行的胡椒粉，没来用。五香粉没有五香，这全中药，这是祖传秘方了。好香哦，秘方，秘方我就要闻一下了。我可以用舌头闻起来吗？可以。不会怎么样哦。你叫外面的胡椒粉，它你只要是一闻，打开一闻，它一定都会打喷嚏。我们叫不会。不会，对，没错。中药很香，问我老爹，我老爹都说，连我都不讲。我就问你，你是他亲生的吗？所以他在 DNA 要去验一下，知道吗？他在天上，快点，你要跟他讲。这都没有讲哦。那这个怎么传下来的？就是想办法。好，那就开始啦。胡椒，豆类，胡椒豆类。二沙啦，一定的。啊，这里。这是葱打。蒜，那个素薯粉啊，这是蒜泥。蒜泥哦。有蒜香，我跟你讲，这
排骨是炸下去你就影响。这上面汤，这个酱油膏，导游一般的酱油膏，都一杯耶。不能说，无敌，稳定。塞的。我看这个颜色，什么心什么心，拜托哎。过来啊，这上面。那个后面，素粉，那个排骨进来拌完之后，再加再进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讲了，我必须要先把排骨切完，才有办法。你可以先来把它先拌。我用几滴，都可以。为什么你懂都没照，我懂得照。十几年来的技术，你老婆才可懂呢。工作你懂，你看真的。而且现在看到的这还是自己动作精，还是小自己动作精呢。这里。我们在这边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呐。我跟你讲，像我在这边玩这个寿司，一点压力都没有，还很舒压的，对不对？哎呦喂啊！你去看麦啊啦！老板好像在洗衣服啊！真的呢，哇！你怎么好像做起来很轻松的样子呢？因为我平常是煎起来的啊，这对我来讲，它已经比较轻了。你知道老板是蹲马步哎，要练功哦。对啊，现在还谁还用手这样亲自在拌，都机械化了。你这等于是排骨酥界的赫姆斯。对，赫姆斯。一尺哦，一尺看。哦，有，不知不知。没叫我啦。很漂亮哎，真的那个猪油的味道跟平常炸东西的味道不是一样的。沙拉油、猪油、鸡油的味道都完全不一样。对。哇。拉对。啊，这要炸多久？我们会看色泽。好香。它没有一定的时间呢。我问你，伊安尼剥，你手安尼袂分掉吗？是你手歹去啊吧？漂亮哎。这个也没办法教啊，这完全是他的经验的。经验，都用经验的。你要嫩，要紧实，就看你自己要炸。全部是火候的控制。所以我请问姐，你今麦安尼是几分熟？现在啊，差不多七分左右。七分。所以它里面还没有熟。还没有，还不能完全熟。而且它等一下还要放到汤里啊。汤里还会再炖一次，所以你不能过熟。这样子静置多久再去抢？看油温，我是看油温的，而且要让它升高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等一下留个3块在里面，不要拿起来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自己有备筷子。我们要试试，差不多哈，差不多。哎呦，但这个会太烫，我觉得我们先拿上来放着凉，我们先炸一颗，可以，等它凉来吃，可以，都凉起来。我那个颜色好漂亮哦，哎呦，来，哇塞，要做起来，做起来。小豆简直是蓄势待发，你真的很喜欢这种手工活哎，可以哈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好，爱先给它定型再啦，对不？对，没错。其实像不泼不干呢，你怎么看它定型？泼会往下沉，它的泼会降，会降。刚刚到现在就降下去了，你看出来了，出差，可以了，可以耶，这是你爸跟你讲的吗？我爸的油温都比我还要高很多，高，所以他更快，他的锅香气比我还好很多，他都200以上的，而且他也不用温度计，他用肉眼他就知道了。你看他讲到爸爸在做事情的那个态度，哎呀，哇。真的是喜欢呢，令人尊敬呢。其实有好像快好了，很快哎，快好了，油温有起来是不是？油温有起来，你安尼袂当吗？左手放低点，没当。刚刚听完他讲他爸爸的故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重量。你这一个起来刚刚好，是不是？这个很棒，我有在看的啦。你起来的刚刚好，我觉得是直觉啊。对，有时候炸的东西是一个直觉啊。先讲这，他公文老一点。我要吃带，为什么？聪明，先吃再跟你讲。我要吃带骨。好好喝哦！我想要吃那一块，那个会炸的完全。酥脆可是我这个比较嫩啊。对，不管单吃跟那个炖汤，这种是最好。这个单吃好好吃啊！里面是充满弹性的呢。是的，来，我们帮他把它炸一炸，然后来去做汤，好不好？来去变成汤的来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瓦力，好啊。
哎，来来来，什么什么先来？面先来啊，面先。这惊伊伊来了，速腾啊！对，来来。哎，你这鸡丝的呢？我帮你。对，香气很够。哎，阿头没有臭油哎。哦，哎，不错，原来是在吃。而且我的重量比市面上的重量还多很多。全台湾的做鸡丝面的，没有人敢跟我跟八十克的，啊，就只有这一个也是二代，他也做了一甲子了。其实我觉得很不错，我觉得就是需要你这种人，什么消费者才会得到进步的思维。是啊，是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鸡丝面很扎实，很扎实，对对。它很像日本的细面。细面，对对。嗯。哦，冬瓜极好。欸、好久没有吃到这个了，哎、欸，怎么样？你就只顾吃不讲话了是吧？拍我一下，拍你一下，炸掉了！哎呦，哎、欸，我很久没有帮年纪这么长的拍了，这拍一拍，感觉好像接下来就推了晒太阳了哈。那个冬瓜滑到我的支气管，修迷修迷，这个还是要下来。我跟你讲，我最喜我对排骨酥哈是无法抗拒，这种像秀妮的，哎，对吧？哎，我也刚刚，嗯。等一下，你们有刚刚有吃到汤的排骨酥吗？吃了，还没。我吃了。他们排骨酥太厉害了，有没有人就是过年要做佛跳墙，专门来给你买、那個？有。因为你的这个品质太好了。榨干的，就是它很 Q 很弹。啊，然后这样吸了水之后变成很嫩很软。对。都是好吃的。我这汤可以。哎、欸，我们刚才那些料的味道真的。这汤一点都不油哎、欸。很有层次的，一直出来。我弄你下来对。很清哎、欸，好像鸡精汤的颜色、哦。最后在嘴巴留下的就是那个祖传的中药胡椒香。胡椒香。对，会在嘴巴里面这样子绕两三日这样，三日就胖哎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吃了以后会上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会想念。刘老板，你要吃它，一定要推荐我们去哪里？哦，那个这里万华在地很有名的那个皮影戏。哎呦，哎，皮影戏，皮影戏啊，古早味路线哦。对对，那个也做很久了。我来去看一下，皮影戏快失传了吧？好，行行行，来，起来，谢谢老板，谢谢张总，谢谢。马顺，太厉害，太厉害。我最后加，我再吃一杯啊。哇塞！哎，是这个吧？来看没？应该是啦哈。啊，是这样做的哈。哇！用那个这样浪哎浪哎这样子的。那是变塑胶片啊！我小时候看皮影戏是像这样子。哎，真的是皮耶！你看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是长得像这样子的。这是制作哎，好大只哦！哎呦，哎，这边的浪啊，这嘛收大只啊吧？这当浪不？没事，但是像水团长哦，哦，好，我们来找人询问一下，学一下怎么拉。OK， 哎，团长你家？哦哦，哎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团长你好，没有了，都被妹吸引过去了。这边的学生呀，哎，你好，团长，团员，哎，团员，团员，哎，团长，哎，你现在做什么？在科皮影戏哦。啊，你这是陪吗？在陪。真的什么？真的，你我看就看。哎呦，先摸一下。对对对。哇，这很硬呢。哎、欸，你这是孙悟空呢？我看出来啊，好眼力！你这金箍啊，金箍的家，哎、嗯、对，阿爷摸啊呢。我有个问题想请教，你看起来没几岁、啊，我以为来会看到团长这种老伯伯喝酒的啊呢。李天禄那种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是我爸爸啦。哦，那你爸爸那辈就传下来了。是，我是第二代，第二代。哦，又是富二代了。不是富二代。那你小的时候有跟你爸去出去外面这样表演过？有，因为其实爸爸是算中年之后转职去高雄学皮影戏，学皮影戏，他在北部发展。哦，怎么会想要学到皮影戏？皮影戏不是即将失传的技艺吗？是啊，因为这个要讲到他小时候六岁的时候，在我们家就彰化社，彰化看过一次皮影戏。那他来台北工作之后呢，就没有再看过皮影戏。嗯，所以他回来找回这个技艺。现在实在太少看到了。太少，真的，我们只有在电影上会看到。我看皮影戏大概一只手数得出来，我几乎没看过，没看过，对不对？从电影里面会看到一些，它算元老级的舞台剧啊。哎，可以这么说，哎，对对，好，哎，我们来学一下，好吧？对啊，可以吗 ？OJ 吗？因为布袋戏有玩过，皮影戏怎么玩？怎么制作吗？对，牛皮是比较复杂的，它需要怎么样用这种雕刻刀？对对啊，所以在刻的时候，它比较费时又费工，所以原则上我们现在我们是剧团在做的时候，都已经是改良，
改良成什么？就是从现在看到的、這個、塑胶片，用透明的塑胶片，嗯，超帅。所以这个塑胶片是方便现在的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宗旨是从教育着手，要去推广这个，让更多孩子们去喜欢上皮鞋、嗯。所以如果你光制作这牛皮，一只犀牛就要5到8天，而且它还需要兽皮。嗯，你如果说是用亚克力板，对，哎、欸，这样这一只就是。要换就换吗？不是，那是牛。哦呦，这边那狼啊，这边那狼。对啊，没吼啊，接下来倒棍啊。你不要手这样折手。有没有什么来试玩一下？试玩一下吗？我们到后面来看。来，OK。哎，但是牛皮的质感好还是比较好。哎，那我们也来打架一下。来，骑马打架，我是穆桂英吗？不是，这戏我要听。架，来看孙悟空下腰。那，其实不好操作。我吃，茄子吃，你卖过来我跳起来，啊打！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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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
等下，我先跟你讲一下。我没讲，我没讲，我没讲。不，我这不，团长，你没有办法往后走哎。好，往后走。喂，往后走。哎，边走边，边走啊，边走。来，我先讲，我们现在在操作的汽油是传统的汽油，传统的汽油基本上呢，他们都是没有办法转身的。对，所以你刚刚可以看到我是因为我是简便而且是偷懒的方式去转身，但是正常的是没有办法做转身，所以它只能前进，它只有单方向，或是后退。对，如果只有往左边走就往左边走，啊往右边就右边。后来呢，我们的剧团呢，我们就把它开发成就像现在，对，我们那个可以回头，有两只，回头上，回头，等一下啦，他手卡住了。好，转身的时候呢，来。我们改良之后呢，头部棍子这样，汽油向外转半圈。哦，受感这样。哎呦，对呀，嘿，哎，这样就方便。对，这样就转身。哦，头部手举高，这样就转身。哎，我会转身了。然后走路的话就是脚踢开来，我们踢腿，踢开来走路。踢腿。走路怎么踢？踢腿。你这次不能踢，女生不能穿裙子。哦，女生不能踢哦。对，穿裙子。对，走。走，有，耶！哎哎哎哎哎哎，走，哎，其实蛮我飞起来了，我跟你讲，玩皮影戏哈，玩这个戏有超戏有哈，真的有时候会玩到，会一人分饰多角，你知道吗？哦哇哦，就什么？这就剩下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人家真的怎么演。哦，好了，好好奇哦。试一下啦，我们这边乱演。OK， 来交给你，交给你。我们来，我们可以去来看一下，我来观赏一下。哎，宝藏，宝藏掉下来，宝藏掉下来了。哦，飞鱼。哦，它会游哎。自由潜水。而且。对，它可以倒着哎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它们舞起来很栩栩如生。对，哦，又来了，又来。哎，但是我在想，他们为什么后面都不会打结呀？啊，被咬到屁股，被咬到屁股了！啊，它咬到，它咬到它。你们后面都不会打架，里面这样跑来跑去那么多根，哎，团长很厉害耶，好酷哦，栩栩如生的，而且都有那个律动，哎，就是要不像我们就只会就是一直这样动手，一直我们就只能打来打去而已，就那几招。哎，我们可以来帮忙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我们可以来做一下戏友，哎，可以啊，做戏友，好，帮忙做戏友。我们应该就只能做简单的东西。我们来做我们现代材质用的。好，对，这个剪有什么技巧吗？剪的时候呢，因为呢它是透明的，但是我们不会沿着黑线剪，所以我们会稍微预留一点，差不多0.3到0.5公分的那个空白的距离。外面，示范一下。对对对，外面，对对对，
在他旁边，就留一点空白的这个。啊，对，他都剪圆的哦，都剪圆。要圆的，对，圆的。好，那等一下这个脚的地方啊，特别帮我注意一下，脚的地方我们不用剪进去，我们直直的下去就好了。因为你刚刚发现你们刚刚在玩汽油，是不是脚会动？对啊。那如果你都把它剪进去，它脚就会容易勾住。勾住。哦。所以你要把它剪圆圆的，然后这个剪直的，这边都剪直的，里面不用弯进去。反正它是透明的嘛，在舞台上面也看不到其他的地方啊。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技巧。没感没感。哎，除了你爸，就是因为以前就觉得没有这个鼻影戏之外，嗯，那你现在跟着做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跟着一起做？是因为如果爸爸退休了，那我们没有人接了，就是等于是北部的孩子没有人有机会可以再听到皮影戏。哦，那因为皮影戏的故事，这个一直陪着我长大，对，是我对他很熟悉，但可能将来我的孩子也对皮影戏不熟悉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种使命吧，应该觉得传承，把它传承下去，故事讲下去。可是我们刚刚这样看呢、啊，真的跟以前就是认知的皮影戏差很多，差很多。我觉得反而很有趣，我觉得小朋友会很喜欢的、嗯。是啊，现在我们目前在学校推广啊，或是公众场的那个亲子 DIY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其实都很多爸妈来看到就说，哇，终于可以让孩子们摆脱那些三 C 的东西，而且让他去玩这些。啊哦、当然。对对对。我们这样两个人是做了两只脚嘛？对啊，这样可以的。哦。你看，OK， 体验一下，没想到在我们万华这边还有一个皮影戏的教学的中心呢，非常棒，可以把文化传承下去。好的，玩一玩这样，你别要。有，我帮你们准备了下一个就是吃吃喝喝的行程。哎呦，要不要来吃够啊？台北的小孩是不是不一样？不错哦，谢谢。哎呀，你等一下带我吃什么啊？吃脚。A smile is welcome anywhere. A smile is free, it's a simple therapy. Hi, 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哇塞，哎呦，哇，这个是什么料理？广岛烧铁板料理。对啊，是做铁板的，是不是？它跟广岛有关系吗？对，它是广岛当地的一个食物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这边。算是打工换餐，对不对？要问老板。换吃的。嗨，可以是可以，因为广岛烧它的制作方面比较困难。困难。对，所以说等下做错的话，可能就没得吃，就没有办法换。来，我们先学一下，先学一下。好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G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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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。不会做。开始要画的话，是要画面皮，就是你们刚刚打的面糊，要把它画成一个圆圆的皮。那我们画的时候，就是把它放下去，在火炉的边缘，然后慢慢把它转成一个圆形。哦，可以啦，这个我们做过那个叫做。对啊，你们做过煎饼吧？大概要画成这样子一个。对。然后再来的话是撒我们的柴鱼粉。OK。柴鱼粉。对对。哎呦，下手不太好。对，高丽菜。刚才切好的菜。哎，全部都在锅边做哎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很棒哎。怎么放这么多？对，我们的标准是大概就是这样，量很多哎。对，这怎么做？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天妇罗丁，天丁，我们的三星葱，天丁八彩。哎呦，我们光是堆呀，这些东西不要倒下来就不可能。豆芽菜，对。然后这里完以后，我们再撒一次柴鱼粉，柴鱼粉再来，下手不手软。然后这是昆布粉，昆布，先柴后昆。猪五花最后盖上去。对，然后这放的时候要小心，尽量不要重叠到。但它掉下去呢？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本来就铺，就稍微掉下去。对，然后我们最后上面要再淋一点面糊。再淋面糊？为什么要再淋呢？它可以防止肉收缩。哦。然后现在要先去煎它的皮，让它的皮可以上色。对。好了，要去高温哦。好烫。然后下面可以破看一下。OK。对，这边恰恰的颜色。恰了。对。恰了以后，我们就要把它翻面。翻，对，这是广烧比较困难的地方，有点像甩锅一样的感觉，是这样往前再回。啊，我懂。对，怎么可能啊？来，你试试看，来。是喽。这样会烫到自己耶。不会。这样会烫到自己耶。不会。这样会烫到自己耶。不会。然后我们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。很难啊，这很难。很难呢。这个很有可能你一弄就往脸去了。真的啊，太危险了。然后我们现在也可以看一下猪肉有没有煎到恰恰。哦。有漂亮的颜色以后就可以。哦。把它整理起来。我们想要把它堆成像山一样的感觉。堆成像山。对。
让它的水蒸气可以在里面对流，把皮就像一个盖子的感觉。广岛烧不是吃这个皮，这个皮只是就是当锅盖用。然后我们现在会看一下高丽菜，这个大概是5到6成熟之后，我们就会开始准备要下面。下面下面。现在才下面。对。然后我们会放。下面现在煮多久？1分半。1分半就够了。对。广岛烧只算是我叫干单。就搞干的呢。而且蛮费时的。我刚以为切一切过来，煎一煎就要吃嘞。那现在叫了，我们就把它拿起来。对哦。海苔粉，但是原味的，我先做一个，然后一点点芝麻。哦，漂亮啊！啊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哇，差不多。哎，这漂亮，漂亮漂亮。好，可以吃了吧？后来没有了，要做要成功才可以吃。你们三个人这样子啦，我来负责煮面的。为什么不？因为我煮过面一分半，我很会控。他不需要，后面有那个位可以煮面。好了好了，来，我们就不要含扣了啊。我有记步骤，我帮你出嘴巴。啊，他对我来了，这个太极功夫啊，画一个圆。有漂亮哦。然后，哎，我要做什么？哎，然后什么？哎，对，然后是什么？这个。记步骤的，记步骤的。这个。什么？这个什么粉？柴鱼粉。柴鱼粉。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高丽菜。哎，这个不是要这样吗？这个还没啊。高丽菜丝。哎，你记步骤的怎么那么烂？高丽菜丝要很满哦。啊，你走开！要很满，你弄得我好紧张哦。要很满，要很满。然后再来是这个。长啊，长啊，长啊！你打这个了。哦，对。这个记不住，刚才乱了。这个天丁，我觉得天丁发财。你是属于那种主办方增加训练难度的。天丁发财，可以。好好好，长啊，长金钱啦，我记不住的啦，你相信我啦。哎，好好。阿哥这，阿哥这，阿哥这，阿哥这。前面就讲，哎呐哎呐，安尼安尼，它其实把它摆平了以后，好放猪肉用。来，粉可以来了，可以放粉可以来了。这叫做上面柴鱼粉，那这个上面昆布粉，昆布柴昆，它都下很大，你不用跟它客气的。粉又不是我们家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接下来要很薄，盖住就好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还要顾还要顾。然后再撒一点面。对，要让它这个算是凝固了。但是凝固了，不要让它粘变形呐。对了，对对，我就这个意思。对，嗯，听得懂。哎，可以。接下来很困难，要搬了。没有，要先移到中间，我们先打底的地方。大火的地方。对，很困难，很困难，小心哦。哈哈哈！你这个这个，然后还是拿棉豆干。我不要功亏一篑，就是在我这里。那等一下下，看有没有恰恰。对对对。有恰恰再搬。我觉得你这么高，等下会不好搬呢。然后我们就给黄灯辉翻。对对对。等一下，我们在你我你握着我的手。他还铁达尼哦。哎，要有一个趴哦。对对对，有点像甩锅的感觉，因为直接翻的话比较容易飞出去。有翘了，有翘了。安林翻的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真的吗？真的有翘了。来，仅此的一刻，第一翻哦。叫叫叫！我们先把铲子插进去。我如果翻到我自己的脸上会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我们有医药箱，我们有医药箱。叫叫叫！一口气。1 2 3 GO！ 1 2 3 GO！ 1 2 3 GO！ 不行啦，他那个菜是松的啦，不行。不是啦，哎呦，你实在是不行啦，不行啦。我们把猪肉摊平就好了，把猪肉摊平就好了。哦，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注意啦。好好好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先稍微偷掀开来看一点。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哇，有了有了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那我们就把它推到上面，下面，你下面你下面，我帮你按，我帮你按，一分半，对，我帮你按，你下去以后我帮你按，满头大汗，然后又加上你知道，其实第一次做很紧张，对，然后这边你不用紧张，很好哎，有我在，我手头上给你那个，有你在更紧张，那个最后的蛋其实真的有一点难度，因为喂。那个记得下油哈，下油，赶快赶快赶快，下油油油在哪里？中不了摊平，我们要先把它摊成圆。对，啊再下油，啊不两条呀那。好下，然后蒜粉，蒜粉很多要很多，一用就直接就舒服的感觉。好，安尼有舒服。哎，组合题组合，这里有这里有，
过来要看两张啊，对吧？看两张。哦，所以。哎，来准备哦，整理一个地方来看。我们先稍微把它压一下，让它合在，轻轻的压一下，让它合在一起的感觉。量量起来，量。好的。啊，刚好是要把它弄成一个圆，知道吗？给它搅搅一搅啊，一个圆啊，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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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很行哎，你很会补土哎。那个记得哈、哦，那个对对对。哇塞，你做得很漂亮哎！我跟你讲，你看他做头真的。你干嘛把我推开？因为你只会夹。勉强，小心哦。勉强。对了。然后也是稍微轻轻的把它压一下，让它跟蛋合在一起。你没看这个？哇塞哇塞，第一次见到。哎，他都没有看呢。早餐店哥下去上料，多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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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芝麻酱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很好吃，这样够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它有很透呢，啊，不要紧的，咱们吃下咸。啊，芝麻里的，哎，这其实自己开心就好，还是再来一点蒜。哇塞，算了，这样好看就好。漂亮，好好好，涂点，这里，看那里，看那里，看那里，上菜啊。来来来，嗨，先把切，先吃我们自己的，对不对？我切，婆婆切面，哎，有没有？哎，不错哎，标准是这样子吧？对，没错。然后，嗯，好吃哎。哎，那还可以加什么酱啊？哎，我们旁边有那个日式的美乃滋，可以淋在上面吃。啊，你做的很好吃。我等一下试试看你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做的蛮好吃的嘞。你看起来就蛮好吃的。我吃一口老板的。嗯。哎，不用太多。有虾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好。好日式哦。对。而且这个美乃滋它比较特别，它有加一点黄芥末。Yes， 它是专门给广岛烧用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收回刚才你好吃那句话。你的真的还好，而且口感完全不一样。你的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铁板烧吗？打过的铁板面而已。你不要这样子讲，这也是你有做哎。这个才有烧的感觉。真的吗？这个才有那个，不要再吃了。那我不要。这真的这个才有你，这个才有烧的感觉。你那个就铁板面而已。真的？嗯。差这么多？它里面是有层次的，而且它里面的怎么讲？它你里面这样一层一层里面，然后包括蔬菜里面，它是有一层这个浆在里面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有一个面糊在里面。这面糊，我觉得它在控制，让它就是恰恰的那个时间刚好。我们这有些太出醉了，对对对对，它真的有一个恰恰的那个味道，那个味道才是对的。回去 ，OK OK OK， 回去回去。哎，学到了什么叫广岛烧，跟什么大阪烧、什么文字烧、京都烧，各地有各地的烧。哎，真的口感各有巧妙不同。不要在家里做，就出来吃了。出来吃，出来吃，出来吃。对，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是一个偶像，很注重这个所谓的身材。现在吃太多热量，我们去消耗一下。所以你知道你前面讲的是你这一点说服力。消耗一下。应接。一些活动。好玩的，加油！真的，对对对 ，OK。多吃一点再去，我怕你等一下会饿了。哦，真的还假的？多吃一点。哎，哇塞！想不到吧？冲浪男孩。老板好，哎呦，你好你好，哎，这边算不算是这个大台北地区唯一一家可以在室内这样弄的？对，就全台湾唯一一家，全台湾哦，不是台北，唯一一家室内冲浪，室内冲浪，室内，哇，我想都没有想过我会来室内冲浪，我想要来这边，不是的。你是高手，像我这种比较不会的，就要来这边特训。可以先来这边上课、啊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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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、啊，哎，你很酷哎。啊，我们要学到像这样，要多久时间？看资质。看资质哦。哎，这一天就可以。等一下，这个跟外面冲浪一样吗？它的用的核心肌群是一样。OK。但是原理不太一样，这个重心在后面。哦，重心。一般的冲浪，它的重心会在前。很棒，很棒的休闲呢。你们觉得我们好像就从楼上走下来，对，好像要去社区的那个公厕，可以玩一下吗？今天好像你们事务单位有说只能两个人可以玩，只能两个人可以玩，而且要比赛出来才可以玩。对，要比什么？比投球。哦，可以的，这边还可以玩投球，对，比一下。走走走，不要走走。不是你想玩就可以玩。哎呦哎呦，跳一下，哎，这么凶干嘛？跳一下，跳一下。哇，哎哎，
是一人一颗球，在玩什么？不知道，怎么比？在这个气垫上面，然后投球，投球在上面投，对，投到那个圈里面就算得分。那所以我要先到气垫上，对，你要先跳上去。那他怎么过去？你可以从对面跳上去之后，然后跑到这里来投。但是，那你去，我没有办法下水，因为我膝盖受伤。哎、欸，好巧，我也是。就约好了吗？哎、欸，我刚好，所以我可以在这边投。不行，那你们要远一点。好，我远一点。退到最后面，你也退到最后面。退到最后面。因为你这样子才公平啊！你这样我可以了，我可以。对，啊，我就可以。你们这个叫做三分球，啊，我这个叫带球上篮。可以。我可以从那边跑到这边，然后很靠近的时候再丢进去。你可以灌篮。灌篮是不是？哇塞，灌篮哦！好，来哦。那麻烦你了。记得就赢了，是不是？最输的不能玩那个。每一个人有起球的机会。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先哦，丢了哦，哎，哎，有，我第一球试到重量了，啊，丢，啊，这么近都丢不到，你不要这样子讲哦，是真的丢不到的，这可以，其实可以。可以再给一球机会吗？可以。啊！来换你，你来，你来啊！我快来了，走！大魔王，我抓不住他了！给我！白战，大魔王！哎，你没有办法拿球哦，好蠢哦！你在干嘛啦、欸？原来自找是这个意思啊！怎么来呀、啊？怎么来找到方方面面？快点！还没进！你真的很蠢哎、欸！给我一个。好，你可以去玩那个了。这是触别人哎！真的哦。真的蛮好玩。哦，再给我一球，我一定会进。再给我一球，我一定会进。真的，你要血脂是不是？哦，你要血脂是不是？哦，没事的。那我们去玩冲浪啊！走。你以为很简单吗？对啊，其实很难哎。我觉得有一种，重返荣耀的感觉，因为之前我在别的节目呛说，我滑过这个冲过浪，滑过水，站起来不难，结果被笑了大概两三个月。今天总算有没有血耻啊？对，但我跟你讲，这个跟冲浪还是不太一样。这个我真的觉得很适合带小朋友来，因为它的基础架构一样，那技术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来到这边呢，如果你跟小朋友一起来的话，你们的起始点是一样的。还不错哎，蛮好玩的，跟想象不太一样。因为我都是玩户外的，我冲浪也都直接在海里冲，所以刚开始一看到的时候会觉得，什么啊，那个喷水滑水道小时候就玩过啦，这个会好玩吗？哎，结果下去，
不一样哎，还蛮多小美感，而且它比我们真正在海上的那个敏感许多，因为它把速度做出来了，那敏感很多。核心用的地方不太一样，但是跟我的运动用的核心肌群是类似，对，所以他们说我算快。我下来的时候，因为如果你下来冲下去的话，你没有做所谓的刹车，就会一直冲。我觉得那速度感很舒服，我就忘记刹车，然后就直接搁浅。我也不知道你运动神经这么好。我是觉得他们教练会教，会哈，而且他会讲一些算是美感诀窍，然后跟你讲，尤其是那个老板，对，右脚右脚右脚，我跟你讲，后来就是我一直想要去试着要移动，忘记要把重心放在右边就跑掉了。哦，他一直在右脚右边右边，你下次才有机会啊。我想要带小朋友，对啊，哎，我觉得这可以，这带小朋友来会很好。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某方面来讲，我如果轻松玩，他算复健。因为他一直都吃在整个大腿核心的力量，那趴着的时候就反核心的力量，哇，都很好玩啊，真的很酷。最贴心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游泳完之后就肚子会很饿，结果这边就这样了。哎，我很少看到玩水地方食物也太，这个算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去游泳池旁边顶多就是泡面呐、泡米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最好。哎，这边什么是有自己的餐酒馆？有餐酒馆哈，比较偏国风味的料理，披萨、意大利面、炖饭，是我们自己厨师做的，你们可以试试。哦、oh, oh, ，那不客气哦。好饿哦。哎，威哥，你算是等于算是出国去玩，出国考察完之后回来，觉得这个很适合台湾，把它带进来。是我自己喜欢这个运动，玩了四年，然后每次都要夏天的时候出国玩，就觉得台湾没有很可惜。可惜。而且现在很多的国家、很多的城市都在推这个运动，对，推这个比赛。而且相对来说，它是更安全许多。对，它应该是板类运动里面最安全的，我觉得是，它可以，我觉得可以这么说，它可以练到核心。哎，没有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新北市里面就有。对呀、啊，住宅区城市里面呢。对啊，不用去户外，上个快速道路下来就到了。所以我们蛮希望就是说，这边变成一个台北的另外的一个景点。OK， 对啊，下次要再来，下次再来，下次是。我们顶楼有一个充气的百战百胜的闯关，我们下次可以来玩。好，哎，来吃吃吃吃，这有什么卖 T 恤？炖饭、意大利面、披萨。那个黑毛猪前猪肉我们烤得特别脆。哎，怎么样？你这次来感觉好玩吗？我才觉得。原来台北市有这么多你不知道的，我不知道的。嗯，我觉得我今天从第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，我真的是都会把它放到我的地图笔记里。对不对？原来我这么土哎。没有没有，只是我们比较厉害而已。快别这么说，其实我也差不多。这样出来其实不太像工作，而且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吧。我看到你们最后玩的时候，我还蛮放松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尤其是你被水喷到脸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原来教练会这样子来这一招。你知道脸多臭吗？他说关我什么事？我在旁边看而已。你喷我干嘛？我觉得教练是故意的，因为他那是来一个大花式之后，然后我们全身就都湿了。
这样子，但又让你有参与感呢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亲子的时候，小朋友看到妈妈会哭的时候，最开心，开心，开心哈，对不对？那你喝醉之后，我带我老婆来，直接看她上去摔我，就会更开心啊。哎，没有，我觉得啊，就是还有那个，就是有那种游戏关卡，我也下次很期待。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你下次来，早知道是这样，应该让你玩上面的。我就是这边受伤。下次我们别的地方都不去，就一直在这边玩，玩一天。这边可以待一整天啊。对啊，这边真的。是后面也可以睡觉啊，你看。我不敢看到你，我不敢看到你，我想看到你，我想要看到你。哦哟！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。哦，不要哭啦！哎呦，看到你要高兴。就是现在啊，脱光就站在这里。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？假设我有媳妇的话，我是 OK 的。小姐不息地二十四小时不断线，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，搜寻东森娱乐台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。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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